台湾在发生地震，今天早上相隔仅仅两个小时，宝岛、花莲和台东相继地牛翻身，最高纪录达到里氏5.3级，多个地方都有震感。今天清晨4:25，花莲率先发生里氏5.3级的地震，震源深度23.5公里，是浅层地震，震央位于花莲丰滨县，台东、南投、嘉义、台中、台南等14个地方都感受到震感。而在两个小时后的清晨6点，台东发生里氏3.6级地震，震央位于关山镇，震源深度仅仅8公里，是极浅层地震，目前还没有传出伤亡报告。